大家好。听说你今天征求一些网友生日卡片的。对，我希望他可以回家陪我过年。为什么希望能陪你过年呢？大家应该都一样吧，就是每一次过年回家，然后一大堆亲戚都会问你说，哎，交男朋友了没啊？是不是条件太严格啦？害我每一次回家过年都觉得很烦。但我们有个条件，你必须从自己的红包袋中取出一张，里面的纸条就是你这次一日男友，只有一次机会哦，不能反悔。只有一次机会？那不要，这个好了，这个。肌肉猛男，哇，这个虽然是很开心啦，但是不知道带回家会不会太刺激耶？啊，不管了啦。那我就选这四个。不知道他来了没，好紧张哦。你真的很壮哎！请问怎么称呼？哦，我是马妹。你好，我叫信男。哦，信男，你好。初次见面。你好，你好。那我们走吧。好，出发。出发。Hello。你好。你真的是肌肉猛男。算是。借我捏一下。好，可以。哎，真的。你喜欢？肌肉会很大的男生吗？有些人会很排斥，还是你会到很大吗？你会到很大吗？你会到很大吗？肌肉，你鉴定一下。好啊。哇！哎，你的胸肌已经跑出来了，已经隐藏不了了。可是我刚刚已经摸过你的手背，我想要摸你的胸，可以吗？请。好，但那我觉得你的气色需要再提升，所以我就有准备了 Black Monster 的这些。好，可以借我让我上一下你的脸吗？好，你请，请，保证让你变得更帅。那我们就从 Black Monster 的化妆水开始。OK， 就是先给你的肌肤打底一下。好。冰冰凉凉。冰冰凉。你有被女生这样用脸过吗？有，好像有。哦，好。那就是游戏惩罚。哦，对。再来是妆前乳的部分。好。哇，整个气色变比较好了。好。这更厉害，就是它的 Black Monster 的 BB。好。哎呦喂，你的毛孔都整个不见了。啊，你平常有什么兴趣吗？平常，其实我也会上健身房。哦，你也会上健身房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那你平常是喜欢什么样的女生类型？女生吗？开朗，然后外形的话，主要就会运动就好。会运动。Black Monster 的男士润色唇膏，我第一次看到。你的眼神在看哪里呀？你为什么都不看我？我好乖。有，你的气色，你看一下镜子。好。你再抿一下嘴唇。那你会紧张吗？还好。还好，不会吧？有一点紧张。有一点紧张。对，希望我是你父母会喜欢的类型。希望是。妈，新年快乐，这是我男朋友。过程还开心吗？
很开心啊，而且他本身就长得很帅，但再加上 Black Monster 之后呢，整个人气色又变得更好了。重点是我家人都很喜欢他。新年有什么新希望？我希望就是今年呢可以交一个男朋友，这样明年呢我才可以光明正大的带回家。但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要跟今天陪我的那个男生告白。